我一计份身家多到极，我就是大把货，机构大约拥有几千个，成日飞机都亦当巴士坐，老细界一日搵几百万，有谁赚钱多得过？依家我副身家已经都算多，自己产业最少有百万。依家我副身家已经都算多，银行成日冇钱要我求助。搵钱搏命，搵钱搏命，喂搵多啲追过我，想下在当初衰到极，我军民冇多个，肯努力我不怕受折磨，挨尽风霜受过选错，老世界好应该多努力，懒从实行自己错，总之皮的心机搵钱点怕多，贫穷阵脂肪会挨饿，总之俾啲心机搵钱点怕多咧？求人时候有边个愿？